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根据白宫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天通了电话，讨论了广泛的议题，其中更是包括了委内瑞拉的局势，通话时长更是高达一个半小时。在记者提问环节，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更是表示，川普明确在通话中提到会支持委内瑞拉人民。众所周知，美国一直支持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自称临时总统的瓜伊多，俄罗斯则一直站在现总统马杜罗身后。上个月更有新闻显示，俄罗斯派军用飞机给委内瑞拉运送了物资和士兵。这周的早些时候，委内瑞拉各地发生了多处的暴乱，委内瑞拉形势变得更加一触即发。不仅是瓜伊多给马杜罗下最后通牒，称形势已经走到最后阶段，他本人更是发送了视频，说已经得到了军队的支持，也呼吁军队持续倒戈，呼吁民众继续走上街头。这样的形势进展也让美俄两国关系愈发紧张起来。除此之外，桑德斯也表示，两人还谈及了贸易、北韩、乌克兰和裁减军备条约等等的议题。他还提到，两位领导人讨论的形势良好，总体来说相当正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新闻时事报，请在 YouTube 订阅明镜电视，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美中竞争是文明冲突、种族冲突还是价值冲突？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基纳日前在一个论坛上讨论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时候暗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了很多亚洲观察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看法反映了对中国本身以及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存在根本性的误解，而且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评估。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基纳星期一在智库新美国主办的未来安全论坛上谈到了他对美中目前的较量为什么与冷战不同的看法。斯基纳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独特的挑战，因为北京当局并不是西方哲学与历史的产物。他说，这是与一个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而且美国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在斯基纳做出这样的表态之后，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和周刊《华盛顿观察者》发表了国务院准备与中国进行文明冲突的报道。报道说，蓬佩奥国务卿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中国战略，该战略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进行较量的理念。美国的一些亚洲问题专家看到这篇报道之后，都对斯基纳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在推文当中表示，如果这篇文章准确地反映了国务院对中国的想法，那么它意味着它对中国本身以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都存在根本性的误解。邓志强也指出，斯基纳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即中国与苏联不同，美中竞争的本质也与美苏争斗不同，因此需要一个不同的战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史文对斯基纳的说法做出了更为强烈的反应。他在推文当中表示，如果报道准确，这是对中国威胁的本质的一种相当令人震惊的基于种族主义的评估，而他来自国务院，使情况更糟糕。显然，问题不在于中国的体制，而是中国的文化。史文在看了斯基纳讲话的视频之后，在推文当中表示说，报道没有错。他接着说，美国政府正走上了一条对中国这个挑战做出疯狂描述的非常危险和令人沮丧的道路。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安德鲁杨也不赞同斯基纳的这个说法。他说，很容易建立不同种族的对比。就文明冲突而言，我不认为美中之间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与川普总统大多数外交政策有所不同的是，他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在华盛顿相对的受欢迎。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是不公平的，其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其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咄咄逼人的态度也是危险的。
但是文章说，对于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他们并不认同川普政府对北京使用的一些措辞。事实上，很多人很不喜欢，他们无疑也不把川普政府与中国之间的争端视为是文明的冲突，而更少的人认为种族是这场争论的核心。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也明确表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并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不过他在推特当中表示说，公平地说，斯金纳并没有直接说出美中之间的较量是文明的冲突。在他看来，川普政府应当进一步说明他的意思，而目前人们没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胡思乱想。据报道说，文明的冲突是以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的一个著名的理论，即在二战后的世界，文明与宗教认同将是主要的冲突来源。今后的战争将不在国与国之间爆发，而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爆发。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美国最好的高中排名榜，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综合比较了全美超过23000所公立高中的数据之后，将南卡的一所学校评为了全美最好的高中。在美国人的眼中，这是一所比哈佛还难进的学校。哈佛的平均录取率是 9%， 但这所学校每年报考的人数有近3万人，招生人数不足1000，录取率只有残酷的 3%。据悉，美国公立高中的评选包括了大学的准备程度、阅读和数学熟练的程度，以及阅读还有数学表现、教育资源不足、学生表现以及大学课程广度以及毕业率等等。前20的高中里，德州有3所学校上榜，其中亚利桑那州和加州各有2所学校上榜。在美国，公立学校的质量在于社会的收入状况以及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人均收入高的郡，公立学校的质量也越来越好。这是由于公立高中的拨款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当地的税收，而人均的收入高的地方往往房价就高，地方的税收也就比较高。比如弗吉尼亚州北部的一个郡，还有波士顿周围的一些郡的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就非常的好，甚至超出了昂贵的私立学校。这些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希望把子女送到美国上中学，作为未来在美国申请大学的一个跳板。但是公立学校由于不收学费，对国际生的政策并不是很友好。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持 F1 签证的国际生如果想要上美国的公立学校，必须支付全额的学费，并且只能在公立学校上12个月的学。如果超过12个月，必须要获得美国绿卡才能够继续在公立学校上课。即便这样，在持有绿卡期间，学生还是要支付学校的一部分的学费。相反，私立学校一般仅仅要求持有合法的、有效的 F1 签证。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在美国的高中就读的国际学生当中，中国学生几乎占了半壁江山。自2013年以来，当韩国、越南、墨西哥等国家的国际生的人数与往年大体持平，略微的有所减少的同时，就读于美国高中的中国学生的数量却猛增了 48%， 占到了所有人数的 42%。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的报道说，中国学生人数的增长甚至弥补了其他国家的学生下降的一个趋势，使得2013年到2016年秋季，美国高中的国际生当中增长了 12%。 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高中当中最大的国际生的来源，这一趋势还在持续。据统计，美国有 8.2 万名国际学生于2016年秋季入学，尽管这只占了全美高中生比例的 0.5%， 但过去10年间，这一人数已经翻了3倍，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以获得高中毕业证为目的，而非以前的短期交流学习。自2013年以来，前来进行短期交流学习的学生的人数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为了获得高中毕业证前来就读的学生人数增长了 22%。 据报道，如今持有 F1 签证在美国长期就读的近6万名国际学生当中，超过3%来自亚洲，而且持临时签证进行短期学习的则大多是欧洲国家的学生。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非常简单，在美国读高中无疑是为了顺利的申请美国顶尖的高校，创造便利的条件。
国际教育研究机构的报告就指出，美国顶尖的精英大学的申请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对于亚洲的学生而言。负责这一次研究报告的研究员班达利则表示说，在高中阶段学习与未来世界各地的人士共事，无论是对于国际生还是美国本土的学生来说都非常的重要，这些宝贵的经历将有助于他们以后的事业的发展。面对日益扩大的国际生的市场，越来越多的美国高中开始招收国际生，现在美国有超过2800所的高中招收国际生，较2013年增加了 21%，增速甚至超过了国际生人数的增长，这也意味着众多的学校处在激烈的竞争环境当中，正如美国众多的高校一样，他们需要使出浑身的解数来吸引学生来就读。无论是高中还是本科学校的地位的选择，对于国际学生来说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州，都是一样的。加州、纽约以及德克萨斯凭着他们自己强大的教育资源和对国际生的重视程度，成为了国际生的前三选择。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但许多地方的新闻产业自由度不断下降，尤其是中国以及邻近的香港。根据一篇美国之音的报道，近年来中国的新闻自由环境不断受到日益严厉的政治审查和互联网监控，备受关注。观察人士还注意到，北京当局近期对互联网的严厉监管和警察行为正在从防火墙内扩展到海外，并且从线上转到线下，越来越精准地直接针对发表批评言论或所谓的负面消息的社交媒体用户和网民个人进行处罚。今年的世界新闻日主要的主题是媒体推动民主。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在西方媒体里目前形成了不敢突出报道中国正面消息的禁忌，任意夸张的负面报道了中国成为了一种安全。很多的中国媒体从业者则对媒体自由题目分享切身经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去年年初曾出人意料地发表微博，抱怨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和部门向宣传口施压，让宣传部门通知媒体这不报那不报。他说他们方便了自己工作的一时一事，但一点点挖了媒体公信力的墙角。而前杭州生活周刊主编郑吉夫表示，新闻自由首先要有说话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因为办报而受到重大财产损失的郑吉夫回顾了他在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底下的创办的杭州生活周刊在2013年由于不可言表的原因而被停刊，而由于主持刊发政治敏感文章而遭停刊撤职的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创刊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宣部和各官办媒体负责人都要看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脸色行事，在版面安排、报道重点和内容筛选上均要投其所好。来自中国湖南目前居住在台湾的公民记者周曙光长期关注中国大陆民众的维权事件，他表示胡锦涛时代尚有活动空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新闻自由状况恶化，民间活动空间受到压缩。而去年以来，中国政府除了运用技术手段，还对 Twitter 用户直接采取维权措施。一些在中国国内的 Twitter 用户表示，他们受到警方压力，被要求删除推文并签署保证书。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有很多人因为销售翻墙软件而被判刑。而根据一篇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香港记者协会指出，公众对新闻自由的评分创下5年新低，而无国界记者认为全球新闻自由度同样下跌。纵观捍卫及评估世界各地新闻自由的状况，不少人认为现在的全球新闻自由度都不停地在下跌当中。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统计，去年就有95名记者和媒体专业人员因为针对性刺杀、炸弹袭击或交火事件而丧生。而在亚洲方面，根据无国界记者发表的2019年新闻自由指数，在180个国家
地区中，中国排名第177位，倒数第四，曾于2002年排名第18名的香港，今年则下跌至73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五发表声明指出，他强调美国坚定捍卫新闻自由并保护记者。他强调自由独立媒体对于一个有活力、正常运作的民主社会是不可或缺的。香港岭南大学也趁着自由世界新闻自由日举行公开讲座。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新表示，过去一年不少调查都显示香港新闻自由度越来越差，而中国是主要因素，因为在一国两制之下，中央政府加重对一国的看法，只要涉及国家利益和安全就会打压，一些港独的议题敏感的讨论空间也不断的在收窄当中。他认为敏感话题增加会影响新闻自由度，媒体处理敏感议题的自我审查也要随之增加。他说，中央政府会认为香港不应该讨论这么多，例如去年外国记者办研讨会，让香港民主党谈港独议题，政府都认为非常的有问题。在这种讨论都不适合的情况下，会让人认为空间讨论收窄了。多了这些敏感话题，人们不敢讨论的话，其实直接或间接的都会影响新闻自由。而德国之声中文网也给了新闻自由三建议。第一，就是人们必须学会区别谎言。第一，就是人们必须学会区别谎言和真实。这个传媒是有必须成为学校教育固有的一部分，必须要有具吸引力的产品，透过这些吸引力的产品，让受众得以感觉得到。最终，不仅传媒自由受到威胁，而且在私人的空间也不必忧虑受迫害的自由表达权也会受到潜在的威胁。第二呢，政治家有责任。全球和欧洲的民主政治家都希望可以得到中国的青睐。至于这个国家存不存在新闻自由，对此人们全不在乎。面对中国，经济界的代表更多想到的是做大生意而非人权。政治家面对新闻自由价值受到严重侵犯的时候，会愿意放弃做生意吗？他们会愿意开发援助和人权自由吗？第三，记者是决定性的因素。新闻自由里，法律框架是一回事，而每一个记者的内在立场则是一样重要。尤其是来自着有自由传媒制度的国家的记者，应该在艰难的环境下从业的。对其他的同行们做出表率。当记者就意味着始终要对自己的观点或是同事们的观点保持怀疑的态度，而且要能够从某种不容怀疑的看法中提出问题。在这样做的时候呢，才不怕从错误一方得到掌声。无国界记者 Alviani 认为，新闻自由度在全球其实同样在下跌。他指出，不少民主国家，不单是美国，还有欧盟等，越来越多政客、人民代表公开侮辱并攻击记者，也对他们做了工作产生怀疑，这对记者产生了全球仇恨。他指出，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有关这个华为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啊今年啊今年的上半年，也就是未来的这几个月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啊，这包括了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还有呢这个南欧的希腊，那么还有这个西班牙这几个国家，他们都要在今年做一个有关这个5G 啊。未来这个建设网络建设的一个招标的工程，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也就是说，美国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是非常的密集啊，全力在全球封锁这个围堵华为，而欧洲呢是很重要的一块，那么欧洲这一块里面呢，又以这个英国是一个最主要的指标跟风向球，因为英国是美国这个最
长久的一个情报合作的老盟国，而且也是这个五眼联盟哈这个分享的主要国家之一。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还有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英国跟华为的关系。那么英国长期以来跟华为之间也是一个最早合作的国家，因为华为一直把英国当成这边的一个桥头堡，至少在2016年以前，英国脱欧以前是这个样子。而到今天，英国跟华为的合作模式一直呢，是这个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和这个欧盟政治首都布塞尔的一个看板呢，就是说基本上他们是希望，就是说如果英国模式跟华为合作是成功的话，而且英国又能够顶得住这个跟这个英美的老同盟，以及作为这个五眼联盟的成员国之一的国家之一，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说英国可以挺得住的话，那就显示说在欧洲的其他国家面对着商业利益，也就是来自华为的商业利益，而美国警告的这个国家安全之间呢，至少可以达成一个相对的平衡点。而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实际上前一阵子上个月前两个月我们看到了这个蓬佩奥还有彭斯，美国副总统彭斯跟国务卿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他们分别到过了这个欧洲来参加过这个慕尼黑的安全会议。在那个会议里面，他们是非常明白的，就是说这个华为的安全是要提高警戒的。那么这个星期同样的，我们看到了再一次这个蓬佩奥他现在又要来这个欧洲来参加，在芬兰参加一个北极理事会的这样的一个峰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他再一次的对华为的安全提出了示警。而在这个同时呢，这一个星期在这个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则是召开了一项这个全球安全网络官员的一项高层会议。在这个会议里面呢，大家要提出来的就是说，希望能够一起来探讨在 5G 的网络安全应该怎么样来展开一个全球合作。那么同时希望能够在这次会议可以达成一个所谓的实践纲要，也就是这个实践纲要就是希望能为各国来协调安全政策和这个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协调如何去协调安全政策奠定一个新的基础。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说到的，我们看到了包括来自欧盟还有北约以及呢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代表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可是俄罗斯和中国还有华为却都没有受到这个邀请。虽然这个与会者表示说他并没有专门要排斥哪个国家或哪个团体哪个组织但是实际上我想司马昭之心大家心里都明白其实这个会议主要是在抗拒就是中国的华为在 5G 的网络安全上面，西方国家还有这个全球欧美这些国家应该怎么样来因应当然在会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大家这个有外交官来参加英国的外交官也去了。那么他们其实真正关切的是，其实外交官并不懂这个网络科技但是也与会了。那么当然这可以见到，就是它不光只是一个科技上的问题，它同时是一个外交和政治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家关切的一个话题跟议题而这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担心这个中国会利用华为展开所谓的间谍活动。当然华为是一直否认了这些指控但是呢在这种状况下呢我想各国还是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就是在欧洲许多主要的国家都要在这个今年进行这个有关未来 5G 网络建设的招标的时候呢，希望能够把这个注意力试图扩大到一个所谓的照他们的说法是一个由全体西方文明参与的一个平台这很有意思这让我们想到就是说至少什么叫做全体西方文明那么中国的文明在哪里那么这是不是表示最近其实美国那边华府那边智库有人提出来说在这种状况下的话，是不是要这个现在又变成新一波的中西文明的一个对抗我个人认为这不会是一个好的对抗当然这当中牵涉到就是说中国现在有人说它是用一个这个中体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中国呢现在是非常的
有计划的在运用西方的这些科技的先进的技术啊，那么来壮大自己的国家，也就是复兴中国，跟自己的这个军备的各方面的实力。而在同时呢，他又不肯或者不愿意去遵守这个西方的一些法律，还有人文以及这个人权、透明、公开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想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是非常受到这个西方啊，以及所谓的他们刚刚说的西方文明啊，或者是长久以来在一个比较民主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或成长的，接受民主洗礼的这样子一群人的一个接受度啊是相当高的。换句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开怀的态度跟立场来接受中国的这个公司或者中国的科技人员中国的技术进入到一个西方的社会里面。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中国的企业必须要能够遵守西方企业跟西方社会制度政策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那么还有呢，更重要的是遵守它的这个游戏规则也就是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这在各个范畴里面都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我想这个说法呢，到目前为止是我刚刚提到是非常受到各方的这个接受度是相当高的而到目前为止，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呢，这个有关华为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来跟这个西方的，尤其是欧洲的国家合作我们看到，其实在美国它是已经非常清楚了。美国呢，它的政策基本上就是全面禁止华为，而美国现在在推广的是希望这个全球也能够禁止华为，尤其是在他这个欧洲的这个所谓北约的美国盟友，还有呢就是欧洲的老盟友，像是英德法这些国家，都能够跟随美国一样来全面禁止华为。尤其是英国，我刚刚提到，因为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分享是非常密切的，他们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一次的布拉格会议安全会议召开之前的前两天，也就是这个星期二，实际上在英国这边的时候呢，有这个美国的白宫的这个有关安全网络安全的官员来到这个地方，那么私下跟这边的主要的大电讯公司，包括了BT 英国电讯，还有其他的几个还有就是其实西班牙拥有，但是实际上在英国来操作是相当受到欢迎的呢，就是 O2 这几个大的这个电讯公司呢的主管进行了一个没有公开的一个闭门会议。而根据这个与会者呢，他们是说在这个会议里面呢，美国方面是警告，就说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有证据显示也就是说中国呢确实就是华为它跟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这种状况下的话，必须要做出一个提高警觉的这样子的一个防备，尤其是在未来 5G 的网络设备里面，它将关系到以后各个不光是居家的一个网络的使用，它还包括了其他主要高科技甚至于是军备的建设在这一方面呢他们是非常清楚的指出来了。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个布拉格会议的前两天，实际上美国已经特别到了英国来这边跟他们的这个主要业者进行了一些沟通。而美国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也得到了一个欧盟的一个支持跟赞同。欧盟的网络安全官在这个礼拜同时呢也指出来，也就是说在这种状况下，他希望所有的欧盟国家在华为或者在未来 5G 的这个网络的建设上面能够达成一致的一个看法。那个看法呢，就是要根据今年三月欧盟通过的一个网络安全的使用标准规则。那也就是说，当然各个国家他们有自己独立的一个裁决权，但是呢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到一点，那就是在
经济的利益和国家的安全之下，必须要做一个非常审慎的一个评比哦。而这个评比到底是什么标准跟什么规则，其实到现在没有人真正的能够说得出来。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布拉格的会议里面啊，也就是星期四昨天召开的，那么今天目前还在开啊，大家估计呢可能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会有一个所谓的纲领草案出来啊。我在上我们节目之前哦，大概了解了一下，目前还没有出台啊。但无论如何，这个纲领的草案出台呢，它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如何在未来要招标，以及在未来网络的世界，5G 网络的世界里面，要怎么来这个防范啊，在这个国安跟在经济之间做一个平衡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纲领草药啊，并不会是有一个法律的约制性，它只是一个指标性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即使是一个指标性的，在这个时候啊，都说明了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就是说基本上到目前为止，确实英国德国法国其实都还没有对未来怎么样跟华为合作把话给说死那么我想大家其实都还在切磋，都还在这个磨合当中不过一个纲领草药出来呢，我想它有一个最强的说服力，那个说服力也就是在英国这个发生了，我们待会要谈的也就是英国的国防大臣被指控是这个泄密那个安全会议里面这件事情以后呢，当然那个会议是跟华为的 5G 是有关系的。那么在那个事情之后呢，其实在英国这边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声浪它逐渐在提高，包括英国的这个外相亨特他自己也说了，他说我们现在要注意到的其实是不能够让中国共产党进入到我们未来5G 的网络世界里面因为那是一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体制，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国家跟一个政治体制，那么在这种状况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现在讲的已经不光只是华为，而是说中国共产党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是不能够进入到未来这样的体制或这样的思维或 whatever， 不管是什么，就是不能够进入到未来这个西方欧洲这边的5G 的一个网络世界里面所以我想不管最后这个今天布拉格的会议最后是出来的纲领是一个怎么样的纲领草案我想它都已经说明了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就是说基本上我个人认为在全球至少在欧洲这一块或在西方这一块所谓的西方文明或西方先进国家里面目前代开大致上对于这个该怎么跟华为合作虽然大家的方式可能最后是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一个大的方向跟这个提纲应该是已经确立了，那个就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共识，那就是说确实目前没有办法来切割华为跟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呢大家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必须要这个防范跟防堵中国共产党在未来 5G 网络的世界里面形成更大的影响或者是渗透。我想这一点共识基本上现在在这里，我个人看来是越来越明显。